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Omega。你现在收看的频道呢是欧快日常，这是呢我新开的一个频道。除了欧快主频道之外呢，我还有一些想要快速拍片的或是日常生活记录的一些内容呢，都想要在这个频道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之后呢，如果你对欧快主账主欧快主频道或是欧快日常这个频道呢，有什么想看的内容，或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那就当作未来拍片的一个参考。或者说你想要了解我个人平常的日常生活啊，也都会记录在这个频道哦。好啦，那希望这个频道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更自然的我，而不是过多剪接下来的这个Omega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请记得帮我们影片按个赞和分享，那也帮我做个订阅加上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